来，你们开箱。再来，你们俩眼神不太对，史莱姆开箱。哎，不是，开了那个。这个。对。来。来来的来，上面有的草。那个啊，来啊。头上长草的来。对，我就是说这个来。史莱姆开干嘛？来，快点。不小心用到的。四月几号啊？四月二十五。四月二十五，礼拜六的抽抽，礼拜六的史莱姆开箱。哎呀，干嘛笑我？很可爱嘞，妹妹就是这样子才可爱的。哼，那我是谁？他叫我是玲玲。那我是谁？他叫我是玲玲。嗯嗯等一下，觉得妈妈在这边，我开始的不太好嘞。妈妈，你不要看这里吗？还是我们拍一下妈妈在干嘛？妈妈，等一下要卖，等一下要卖笑，这个要卖笑。我流汗了，流汗了。爸爸有事先走一次，爸爸上班，爸爸要去加班。大魔王子啦！一次拿一个出来。我要拿大魔王子啦！这叫大魔王子啦！他是跑起来的一个。这是期待王，我拿这个，我比较想要看内裤超人呢。这是五代王，五代王，我来接。这个是几代王？五啊，这是一代龙王。大姐妈子啦，大姐妈子啦。慢慢来，慢慢慢慢来。嗯，一好。这个是六吗？三代王，这是三代王，我们放这里。子啦，都是长者的子啦。这是六代王，我们放这里。有两个嘴巴。这个是四代王，好，他叫四代老皮狗。啊，这个子啦。这个是二代王。这个是几代王啊？哇，完蛋了。他这个一代王是二代王不在啊。这是九代吗？等一下，他是几代王？我没有玩过他这一只王，没有印象。蜘蛛子啦，没有印象吗？对，蜘蛛子啦，九代吧。蜘蛛。那二代。对。再来是二代子子，接下来这个叫二代王。有那么随便的叫吗？子啊。九。哇，好胖啊！这个是三十五，八八代王，他应该可以出到三十五代是没问题的。好，尖刀子啦！好，这个是七代王，好胖啊、哦！他跟他是同一只，对他们两个是兄弟，他变身以后就变成他了吧？好，那就进化再。我想玩。没有在旁边讲，一起。我想玩。没有。没有。我想玩。这个是一代龙王，这个是二代，哈贡，我们叫哈哈贡，哈贡二代哈贡王，这是三代索马，索马，这是三代索马，四代老皮，这是四代老皮狗，丑皮，四代丑皮啊，不是老皮，老皮，丑皮，对，他叫丑皮，四代臭皮头，丑皮头，臭皮头，五代吧，五代啊，五代讲，五代王。六代王，这个是七代王，是八代王，这也是七代王，他们是一起进化。原本是普通通，然后结果啊，他直接啊这样子。这个是八代王，这是九代王。他不是这样比吗？他这样子啊他是啊啊王对不对？我的真的，他也是啊啊王，对啊，他就是我漂亮。就这样，来过来啊，来过来，然后就说走开，你走开，你走开。在吃魔法，他讲，对不对？他在啊啊，这是在干嘛？这是说，我有两杯水，请问要喝哪一杯？我有两杯水，请问要喝
也是。我有两杯水，要喝哪一杯？这是龙王比较贵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这龙王快100，其他才60块。为什么他的头脑露出来？对，他怎么是？没有没有，全部大概40-50块。这只龙王100，这九只的话就是94、36、45块左右，一只大概不到50块。头脑感觉就没有什么厉害，它是整个这样凹进去，应该要尖尖的才对呀、啊。1、2、3。对，头脑没有什么厉害，它可能只会讲哈就完，哈就完，根本没听到。哎，为什么它真？他的东西这是唯一能买到最便宜的。来，等一下。哇，他竟然会动哎！切自己，切。其实我想当这个，你当这个。来，进化。其实还没的。歪歪的。亲。来，哎，要跟谁对战？比较弱的，看起来比较弱的是谁？看起来比较弱的。好，看起来比较弱的。哎、欸，索马呢？索马利亚没有听过啊？很强吗？索马利亚。哦，这个比较胖，看起来比较不灵活。对，索马利亚还大、啊。你看，真的很胖。来，你来，亲。肚子被捕了。等一下，你不是要吃布丁呐？好，亲。你还没，他又没有亲。粗糙，疼，亲，哎呀呀，肚子要被吐啊！呀呀，亲，吃羊啊，你吃羊的，直接吃羊，没，刀子不要弄断啊！吃羊，亲，然后假装被切了，亲的，啊，然后进化，假装他是太强，哼，然后进化，亲，亲。然后我带这个，诅咒！等他是用什么攻击啊？他是用毛毛虫攻击。知道。毛毛虫尾巴。毛毛虫，轻。我果然很强，对他很强，进化很强。我还记得那时候那什么宝可梦啊，一些游戏进化都变强了。对啊，小火龙进化再进化超强的。进化，我们学校很容易讲到进化这件事，都是男生在讲，因为他们就在那聊皮卡丘的事了。拜！来进去看，哪里不一样，猫咪？然后这里还有踢那个，对不对？我踢对，然后这里有，嗯，然后还有，就这里了，好了。OK。哦。